人人，那今天的话呢，好不好？登录进去就有一件大事情要等着我们做啦。还记得我们之前说我们七月都会送一把 SSR 武器吗？也就是我们今天啦，好不好？今天登录就有一把 SSR 武器，到底会是什么呢？应该是今天吧。来啦，必获得 SSR 武器，我跟你讲，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一定是我们晚点再抽哦，待会再来看哦。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抽到了什么东西哈、哦？我跟你讲，这把一定是千金苦了，好不好？我跟你讲，不用虎，绝对是千金苦。那目前来说的话呢，上市的话，我们就是那个准白的信啊，听说好像是什么，你知道吗？那封信你要加入准白的组织，你才可以有第八章出现。那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会发现你的那个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关卡要先重打，打完之后呢，你才可以那个什么，你知道吗？打完之后你才可以那个该怎么说，才可以再打到接下来的新章节。所以你要再重新打一次我们那个准白线。怎么大家都不早跟我讲啊？那这边我要跟大家宣传一下，如果你很久没有玩了哦，然后你已经就是又想要回坑的话，你可以来输入一下泽平的这个我的忍魂码 172AA9BA76， 好不好？你可以复制我这个忍魂码，然后帮我打一些东西，好不好？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好不好？这个就拜托你们去做咯。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上次有抽到我们这只营销嘛，还算是蛮帅的啦，但是整体来说强不强呢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游戏的话基本上帅就好啦，管他强不强，对不对？先有帅才有强嘛，对不对？没问题齁。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待会的话就来用一下我们就是那个营销打我们这边的各种卷卷嘛，看一下能不能秀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招式这样子。那我这边天赋基本上都是还没升的啦，好不好？现在应该127应该是可以升到那个吧，应该是可以升到70等吗？不知道，好吧，我们这边的石头真的是有够少，不然我们先升一点好了。解锁物，然后我们先升那个等级部分，那个什么加分的那种就先不要好了，先升级这个等级部分，看一下把等级拉上去之后的话，能不能就再更帅一点点。它应该有其他一些忍术的一些加成啦，好不好？然后现在最高等级是开放到我们那个110等哦，所以大家的那个忍币那些真的是。也好好的存一下，这个梅子雷消初级手势命中攻击会加 5%， 这还不错。而且我们昨天的话已经发现，就是他的那个大招是可以可控制的，可拆卸吗？就是你可以把它释放出去，也可以再把它收回来，这样子哦，这样的感觉应该是还不错。然后这边的话没有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下面这边血，然后50等可不可以？没有哎、欸，这边一定要加这个分是不是？哇，我们的这个雷珠珠已经这么少，你还要再给我们加分，真的是太那个了。解锁，好，那在这个猫头鹰飞的那个时间啊，真的要给它加长一下啊、哦。这个滞空能力更强，下路更加缓慢，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会下路的一个空之舞啦，好不好？所以这个就大家看一下要怎么去。给他拿一拿这样子，哇，没了，好不好？今天就可以只能先升到这边，然后先把它升到50等，好不好？其实50等也还算是蛮 OK 的啦，好不好？行，好，50等没问题。我跟你讲，最近人币真的是世界无敌多。来，我们来看一下哦，来邀请大家进来，打一下我们的这个黑暗四神 ，OK 吧？然后这边装备那些都还没给他做，所以我们就先这样子，嘿嘿。Go 出发，黑四神没有问题了，好不好？来，我看一下，我们这样升级起来之后，是不是有变比较稍微那么厉害一点点的？我是觉得应该有可能啦。我想要看一下他那个滞空到底会空成什么样子，因为他跟那个灵比较不一样，是因为灵会一直在上面飞嘛，对不对？那他的是会有点就是慢慢的往下飘吗？那这一点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有点难用或怎么之类的。那你们也可以分享你们自己的想法给泽平知道哦。来，我们来看看呐、哦！我、哦、这猫头鹰真是帅到一个爆炸，好不好？好险，我有抽到哎、哦欸！那你们有没有抽到呢？也可以分享给这边知道哦。好，我们这边先用起来，然后两段跳之后，感觉其实还是没有自控太久哎、欸，应该是这只是一级而已吧，好不好？也还行，因为我不知道零的那个就是。零的那个快要没有的时候是直接降下来还是怎样吗？如果它也是慢慢下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没什么差的。我看那个这四神应该升不到我们太大。哎呦来了，天鸟雷鸣！可恶，没看到。
给点机会吧，哥！哎呦，你们都不给我机会表现一下，我这样难过哎。虽然这是第一集的，好不好？第一集本来就很难表现呐。没事没事，我们还有很多卷卷哦，先打一打。再来是我们的 B 级的红剑剑，红剑剑。来地区，我觉得最近应该蛮多人都回坑了吧，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回坑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这边分享一下。我是觉得就是你们都不要把账号删掉会比较好啦，因为我觉得之后的话肯定还是会出一些更多好玩的东西哦。除非你是真的就是已经就觉得这款游戏还好的话，那再这样子吧。因为通常很多人都会说，哎，这边我账号可不可以给你啊，或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帮我先，就是因为我不想玩了，我送你这个账号，我账号很强。但是我就觉得，然后很多人都是打嘛的，看到下一个活动之后又回来了，然后我就说啊，你要重练？我说对啊，我说那你之前那个账号不会拿回去就好了吗？然后怎么之类的，因为我都不会跟他们拿账号了。我知道他们只是一时觉得那个，一直觉得想要退坑，没有什么东西玩。但我跟你讲，游戏就是这样，给他一点点时间，好不好？哎、欸，厂商都是在努力的啊、哦，公司也是要有一些新企划的啊、哦。东西不是你随便上厕所想一想就拉得出来的，而且你想完东西的话，你还有一大堆东西要制作，你知道吗？那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你知道吗？就哲平最近都在就是在做那个 VTuber 的面试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之后的话，基本上应该会有蛮庞大的一个那个 VTuber 的东西出现，然后就会有很多东西要弄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光面试完，你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好不好？所以哇，我直接把我隔壁的那个萤幕打烂。八七的，我直接把我隔壁的萤幕打烂了。我刚刚用一下就那个哇啊，隔壁的那个麦克风被我推倒，然后直接去撞到那个萤幕，然后萤幕被打烂，尴尬。聊到 VTuber 太兴奋了，好不好？最近的话基本上在忙这个东西啦，所以之后的话大家我会再陆续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哦。到时候如果出现了之后的话，在那个我们现在还在筹备当中，好不好？还在筹备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第一，哎，没有问题，尽量来第一哦。我自己个人也是蛮期待的，好不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你在做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光面试完啊，然后你要出一个角色啊，然后整个用完之后的话，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就是面试完就结束了，没有，面试完才真正的要开始而已，你知道吗？要处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然后重点是因为你 VTuber 嘛 ，VTuber 就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你一个人，对不对？一个人就会有，你就会有百多种的事情，然后你可能还要去给他一些建议啊，安抚他，或是冲什么东西鬼的一大堆啊，对不对？所以就跟你讲说，这事情会一直一直来哦。那你要想，那像忍者的话，基本上他已经有很多的那个背后的团队嘛，那他们可能也要去思考啊，然后弄很多东西啊，所以真的跟你讲，没有那么简单哦。一件事情要做成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已经做出来都值得嘉许，好吧？我觉得我通常都不会觉得就是大家努力出来的成果很烂或怎么样会怎么样，我主要来说就是那个态度问题啊，就是如果大家要给大家意见的话，他都没有吸收，然后还是一味的就是去做自己的那些小尝试的话，那种就真的就是没得说了。但是既然你都已经跟他们反映了，然后他们就是有做一些改变的话，那我觉得也算是不错。这个真的还蛮爽的，他可以自己控，然后再拉回来，然后再保护自己。但是他拉回来那个好像是他打完之后，他就会自己回来螺旋啊。所以你把那个东西射出去的时候啊，你应该就是要那个，就是要自己闪一下招式。我觉得其实就算你是那个苍牙、啊、哦，我觉得苍牙是可以啦。但是你其他角色的话，就算你就是弹幕那些可以被打掉啊，或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你自己还是要去闪一些弹幕啊。因为你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点，不然就是到时候你就是大招开下去啊，然后就一直吃招什么之类的，那就会很辛苦这样子哦。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就算你前面有一些东西，对不对？你有前面有一些东西在那边挡住之后，对不对？你还是蛮推荐，就是自己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在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虽然你挡得住那些东西，但是你还是要去闪一下他们啊，这样基本上会比较 OK 一点。除非你就是已经滚瓜烂熟了，好不好？就是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已经很熟了，然后你就可以用一只手开之类的，但是还是推荐用两只手开会比较保险啊，以防一些万一这样子啊、哦。好、哦，没有问题，我们的武士。那这次的话打完，我们就可以来去中我们的重头戏了，好不好？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哲平那把武器会抽到什么，对不对？我跟你讲，绝对是天津苦，没有什么好说的，好不好？那你们有没有抽到苦无呢？或者你们有没有抽到一文字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一下，我还蛮期待看到你们抽到一文字。
那六也是最近要回坑的朋友们，好不好？那个忍包嘛，可以输一下啊，这样泽平会拿到一些不错的东西哦，就再感谢你们这样子。那这个真的是最可惜的，就是这个鸟鸟啊，他是没办法打后面的啊。但是真的很帅，而且他真的是一文字的那个，这个真的很帅、欸。你看，你可以再喷出去，然后全部回来之后再喷。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用鸟鸟去攻击那种，就是那种设定、啊、就是我还蛮爱这种设定，就是像其他游戏或哪一些游戏有这种设定的话，我自己都会很喜欢。所以为什么当初看到营销，我就直接就是超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跟那个猫头鹰一起，因为真的是很帅很帅。而且现在基本上的话，你就是抽到的话呢，你就可以在那个拿到很多他的碎片，那拿到这个碎片的话，你就可以升他的命格啦，所以还算是顶薄的。我真的觉得目前来说半周年就这样的话，我真的蛮期待一周年或是更后面的一些周年的一些东西啊，因为真的就还蛮感受。而且我一直都跟大家讲，其实忍忍的他的那个忍忍他花要你们花的钱真的是少到一个爆炸再少，好不好？跟其他游戏比起来真的是少到爆炸的一个再少，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真的是感受啦，有比较的话基本上你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不错咯。好，那我们今天最后来重头戏登场，我们的必定获得 SSR 武器，来各位先鼓掌一下，因为天津苦要登场了，来了